有人打我呀，打我呀，打我，打祖宗，打我，又不打祖宗，你敢打吗？你说什么？哥哥，你错了。有人快点，我都吃完了。爸爸，你说公主请用餐吃饭。你说公主请用餐吗？你到底吃不吃？哎呦，你就说公主请用餐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，完了，妈被救了，啥也没了。有人。你打我呀，打我呀，来呀，打我呀。喂，就到就到。妈妈，我错了，我醒。你别笑。妈妈等你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我看到我的钱吗？没有呀。我的钱呢？谢谢你给我倾其所有的好，把我爱情分分秒秒。这一生最珍贵的宝。哎呦我的妈！闺女，给你100块钱，把爸爸的私房钱找出来。妈妈，我不花钱。给你200。好的，我找出来。啊？一个人。妈妈，在这里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有人又打爸爸，又打爸爸，一天天的又知道先说爸爸。你看看他的发型又丑又难看。爸爸丑不让关系有关系吗？爸爸丑不让关系有关系吗？你的车车我不拿。拿不拿？我不拿。哎呦我的妈。都可以玩了。有人。那他就知道拿手机。姑你不要吗？怕车不拿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被淹你了，可怕！哭吧，把
反正爸爸没在家。你怎么不哭啦？我等爸爸回来再哭。哎呦！有人。你怎么啦？爸爸，哥哥打我。起来，你干嘛打妹妹？哥哥是怎么打你的？这样，这样。你干嘛？有人。你别笑！哎呦我的妈！一点点的，没有正经，正经的。一会儿，一会儿。不要疼，现在都已经已知，我不跟你玩了。你别笑，你打我，等月宝回来，我揍死你。怎么啦？爸爸打我。喂。你别笑！哎呦妈！妈妈，我错了。有人，让开！你别笑！是啊。来，吃饭了。我吃。手机给我，吃饭了。我想吃。叮叮叮。我也不吃。爸爸，就是这个打的我。来呀，有人想打我吗？我可以听，打我呀！你干嘛就打妹妹？我刚讲了作业，他跟我扔水里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别笑呀，对不起，该不该的。我去吃饭。闺女，生日快到了，你有什么生日愿望吗？闺女，放心，往大号的说。真的吗？我的妈！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
有人，快来！你干嘛？没事，玩呢。走吧。妈妈，快点！我。